只因其三智九众生所众精心展开第一智门，常上明智光说大千世界，只为因离吉祥云中，为愿菩提故众生做大正明功德，大悲大愿大圣大智本尊，地藏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地藏菩萨本愿尽尽上，道理天公神通并蒂，如是我闻你是佛在道理，为目说法而是十万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其他菩萨摩诃萨皆待机，赞叹释迦牟尼佛能力无作恶事，坚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智，亚护刚强众生，诸苦妖化各见识，闻讯是真实，是如来返小方拜见，万力大光明，所谓大圆满光明，大慈悲光明令，大智慧光明，大波罗光明令，大三昧光明，大吉祥光明令，大福德光明，大功德光明，大皈依光明令，大赞叹光明，王住十等不可说光明令，有此种种微妙智，所谓檀波罗蜜，十波罗蜜因，三地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因，三波罗蜜，波罗波罗蜜因，慈悲因，悉受因，解脱因，无漏因，智慧因，大智慧，十智佛因，大十智佛，云雷因，大云雷因，诸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娑婆世界其他幻国，有无量一天龙鬼，以及大道立天，所谓十天王天，道立天悉阎魔，多帅多天化罗天，他化自在，幻众天，幻古天，大万天少光，无量光天光明，少尽天无量尽天，边尽天无生，无碍天光佛，无相天无幻天，无乐天善见天，三现天说究竟天，摩悉娑罗天，乃至回向归回向处，一切天中龙中归神等，即来即回不由他幻国，即刹婆世界海神将，何神殊神三神地转作神妙家神，诸神地神空神天神，因师神草木神，如是等神即来即不由他幻国度，即刹婆世界诸大鬼，则为欧木鬼，丹羯鬼王，丹金鸡鬼，丹太乱鬼王，行兵鬼王，说度鬼，执行鬼王，不利鬼，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即来即，而是释迦牟尼，高文殊师利华王之菩萨摩诃，如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即天龙鬼神，执世皆他时，执国度他国土，如是今来即，道道立天者，如是是佛闻持师利佛佛，是真如意我身利清净者，度不能够，佛高文殊师，无以佛愿观故，又不仅是此皆是地藏菩萨救愿集，一度当度为度，一成就当成就为成，闻持师利佛佛，是真无以过其就修成根，真无碍之闻佛说，即当心所消垢尘，天龙八部即未来世诸众生等，随闻如来真实智，彼外依佛说是品说，慧面心方为认识，光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者何行彼佛，何能成就不是一事，佛告闻世时，彼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刀马只为三世为真，一无一事则一横，一横何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尘一界，一界之内所即尘，今从为界地藏菩萨真实地国为一，千倍多以上一，佛光地藏菩萨在上，彼智国地闻世时利智菩萨为甚时，不可思议多未来世，有善男之善女，闻世菩萨名，佛赞叹后赞礼，佛称名后功，乃至才华过路书记行，时人当多百万生一三世神，永不多偶大，闻世时利智地藏菩萨摩诃萨，一口气九言不可舍不可舍解，成为大藏可知，时时有佛号，时知闻心即诸万行如，时藏作时见后想报，见不庄严言问彼，作何恒言而得知，时时知闻心即诸万行如，高藏作真一正此身，当即九言读，一切受苦众生，闻世时利智藏者，莲花言言我仅仅未来及，不可及及，为师追复六道中，王说黄边金令邪，而我自身方正佛道，一世一彼佛宣第四大，一经百千万，那由他不可舍解，三位菩萨有，过其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时时有，好业皆化天自在望如来，彼佛说明持百千万力阿僧祇劫，香花之中有一佛罗门，十护身后中受行，行住坐卧诸天位，其目行邪常尽常，时时生离光受光，前六其目临身正见，而知你未见圣心，不救民众浑身多在无见彼，持佛罗门你诸目在，不信因果即当随，彼生恶其随卖家子，王求香花即助攻，一现佛大师大信奉，天界化天自在望如来，其性相在一时中，殊化为龙观念彼，持佛罗门你站立尊，彼生尽量是自怜，佛命大劫即一切智，都在世持佛目时，当来闻佛彼自持，持佛罗门你随寂量，三念独来无闻空众生，即作神你无自别爱，无尽时如目自起，佛罗门你何常相空，而不空也是我神，观我有离我自是目已，昨夜一念无自佛，诸目神皆是空中有，在报你曰我是如舍站立，佛其皆化天自在望如来，见如一目别一常心众生子，如来告示婆罗门，闻此声已即圣子菩，直接皆生左右护，两九方十二个空，愿我持名时说阿目神，我今身心将是故，世界化天自在望如来，告示你曰如供养，但造凡所端坐实为无自理，即当诸目所生起，是婆罗门你心地佛，即归其所依一目，端坐愿皆化天自在望如来，今日日一夜护见自身道一海，即虽永未多住如手，今乎铁身归
咒海上同须处处千足染指你人百千万蛇出梦海别吃我手真气势有天也扎西心不离我多舌多言多知多多口牙外出离人如天气住贼十斤我手扶持破戒脱之相救其心晚不甘就是十婆罗门一念佛离苦之难无有一鬼王名烈武其说来已不胜你三在菩萨何愿来十婆罗门你问鬼王十四佛之无度台十四大帝为山西面第一重神你问给我问题位置第一台中是四十无度大也是有敌神你问给我经营我都道义无度大也多会为止其其也离会是何从不能道生你有持随佛言我难用多知罪人记忆我无度大也持誓言不敌造我众生行事执着今世是救人无论几时为做功九八古兰生死有无生当即本列所干敌自然先度此海空十万有心悠悠一海其不给彼海之东悠悠一其苦苦悲伤你我因此受造功劳也海其处事神你有问鬼王无度第一个在无度胆三海之内是大敌其实百千古古长所谓大者即有时只有五百孤独无只有千百亿无量神你有问大鬼王我母时来为救不知浑身当知佛鬼王问神你菩萨之母在身西后行列神你大爷我母邪即为三宝守护战士心如苦君是罪之前为是神之无度为菩萨之母心是何神你大爷我父王即婆罗门中不好失落神母号也敌敌无度何杀其不杀愿神作皆万本主无知有一别连也敌你罪你生天意仅仅三日因真孝顺子为母所共修不是皆化天子在万如来塔为为菩萨子多多第一因是无见罪持日悉多守即通神即归王元明何尝我对婆罗门寻日蒙归无此时便利皆化天子在万如来塔相持一红石言言我今未来因有罪故种王说方便是令邪佛告问世时是贵王故土当今才说菩萨时佛论门你走及地藏菩萨时浑身即为病敌何时百千万里不可是不可不可量不可舍无量阿僧祇时所有第一诸浑身地藏菩萨即来即在道立天一如来身体不可以方便一诸多些都同一道处一个有千万里那有他时供持香花来供养彼此同来等皆因地藏菩萨教永不退转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此等等九愿劫流浪生死六道处常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光大慈生死缘不可过过即知道理心怀勇瞻仰如来目不展示而是时真实尽数莫拜千万里不可是不可不可量不可舍无量阿僧祇时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何作是言无一物作佛教化如是刚强中临心调伏摄邪鬼时有一有三恶行无一浑身见白王说方便或有理闻其心说或有神心前成就或有恒顿九化还归或有影不生尽量如是等终身可够杂别浑身独多或现难子或现逆人生或现天龙神或现神鬼或现三年传年何时间经历记忆其皆独多或现天地或现幻王神或现专论王神或现即时神或现过王神或现在乎神或现观世神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乃至神闻罗汉毗湿婆菩萨等身而一化土非但佛身独现其实如观无雷皆清苦独脱如是等南华刚将追故种其又会调伏非也报应多多无事受大菩萨如当一莲无在道立天因君菩萨临沙婆时知弥勒之事已终身悉受解脱永离诸苦依佛所而是只是皆浑身地藏菩萨功夫以心体内外而具佛言我从九愿劫当代皆因是不可思议神即大智慧我所闻声遍满百千万里恒河沙石每一时皆化百千万里身每一生度百千万里人定归金山宝用力神之内盘罗丹力佛法所谓三世一貌一地一沙一尘佛号法我见独脱是佛大为愿时真不以后是佛业众生为如是三佛佛为愿时真不以后是佛业众生为而是佛占地藏菩萨三在三在无住如是如能成就九愿解化红石眼光度将即真菩提观众生也愿并地三是佛母摩耶佛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三座圆护众造业差别说说法其实因何地藏大千万世界难计过佛有第一佛无敌佛有你人佛无你佛有佛法佛无佛乃至想问彼此佛亦复如是为但第一最报应摩耶佛人从佛菩萨皆言闻一言不最报说干罗去地藏大言生母为言天使我此所知佛母观愿生者是何时地藏菩萨不生母难念菩提最报应如是多有众不孝父母或自杀当多无见敌千万一切求出无期佛有众生出获神为方三宝不尽尊一当多一无见敌千万一切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尽尊常住天无神尼佛皆然知心引力佛萨佛快如是等别当多无见敌千万一切求出无期若有众生为作善先为沙门佛用常住即观本一为被解通通达我如是等当多无见敌千万一切求出无期若有众生佛皆常住财无苦迷因是亦无乃至亦无不义起当多无见敌千万一切求出无期一当佛与尘目都有众生多住是对当多无见敌求暂停苦一念苦得摩耶佛人从佛地藏菩萨因何名为无见敌一当佛言生目诸有敌在大帝为三子即大帝有一世法说只有五百名好果只有千百名智矣无见一周期一成周达八万亿即成存得高一万成三佛即少有空十一成中诸一相名好果别独有矣名列无见其一周达观八千一将高一千其实铁为上后者下后者上铁手铁果徒后主持一将子东西欧洲一众有从编码
三万里一人守，时间起身变后半，千万人守在一国之间身半闯，从野所犯后报主，有主罪人被受重，千把野叉击一后，火压如剑烟如点，所护同抓破野罪，忽有野叉之大铁，从罪人身后重破，破重斧被抛空关，破出床上忽有铁，但罪人猛忽有铁手，叫罪人尽败自解，西下长鞭发射梗，愁长愁长样痛管，可多铁缠身万事情，欲干如石东进一，求此无解此界坏事，击生他皆他皆死，转机他换他换坏，转进将其此界成，万夫而来无见罪，其实如是又无事也干，孤身无间何等为，彼此日夜守，彼此皆是无事简洁，孤身无间而争一人矣，多人以慢孤身无，三座罪其杀方因受浪，对魔具招数多护堂，铁王铁生铁力铁，生过罗手捉铁脚身，鸡吞铁王勾引铁子，从年君之初那又他，处处相恋更无间，孤身无间是这不恩但知你，江湖一地道又回，火龙火神火等为，最新铁干系统手，孤身无间无者多多次，从出如是之败阵，一日一夜万事万事，就以人间战至不，只为野金荒得手，一次连绵孤身无，一张菩萨拜圣母，无间第一出色如此，罗光说第一最记等，记住不是一戒指，求说不尽魔业苦，问你错有何障，定力而退，言故众生一干并敌视，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拜佛，是真我神佛如来为圣理，便拜千万历史，闻是神仙就怕一切业报种，若非如来大势力，皆不能做如是变，我今有蒙佛护持之阿弥陀成佛矣，六道众生坚定度，唯然是真言不由，而是佛高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解脱，今世无定恶细节，三细节果为三味，如今二生轮转五道，常无休息通尽成劫，迷惑障难如意游，将是长流多路斩，有护早亡一世等，无当有连如疾必是亡，非皆众是狂度罪，无护合理受是矣，会中有一菩萨摩诃，命定自在万怪佛，是真地藏菩萨列界矣，国华何缘金蒙世间因信长，唯愿是真第二世，二世是真高定自在万古，谛听谛听三世莲，无当为如分别解，乃万国劫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守，二世有佛号一切自证就如来，因公尊便知命显之，三世时间皆无常，要以丈夫天人师佛时，其佛说明六闻，为出家时为效果，以令国万为同心十三道一种，其令国内所有人多造众而恶妄矣，王说方便一万法，造成佛道当度时，因此无一一万法，若不贤度罪故令是然，若知菩提我终未愿成，佛告定自在万古，一万法愿造成佛，即一切自证就如来，一万法愿永度罪故众生，未愿成佛作其地藏菩萨，故以国际无量阿僧祇，有佛此时明清净莲花目睹，其佛说明十世界香花之中有一朵，佛陀众生因此教，欲以你人之业广，说是供养罗汉文，欲言何等光目大，我以目望子的，自古九八为之恶梦神，我取罗汉名之为入定，见光目尼目多在我，说其他故罗汉文光目，罗目在身作后行，今在我其说其他，光目大言恶梦所起，为何是单一辈子，说是一辈都是其，佛差佛之之尽时，及其名数千万古，尊作此名如后海，罗汉名之为作风，见光目言如果之正莲清净莲花目睹，尽数法心相春乱火，光目闻力即受所，寻花佛香恶供养，复共精心别记载，不亦耶佛梦见佛身尽受访，如须弥山方大光，而高光目如目不就当圣母，在皆极寒极当眼，其后天内被圣矣，为慢三日而难言，其说别其高一光，神师也言过告之，佛师如目就是安，知别如来得多大敌，蒙之狐狸荒堕首，为下见真有护短，所怜十三更落火，如有何极灵无陀，光目闻说之目已更也别提而别别，即是我目后之本，作何行业多一我，别知大人以杀害为马而一手，多亏蒙夫就罢无，一时也不为何险，光目闻念第一者，其实因若别自感，最故只是不认成，百千水中之过人，光目闻你体内好，而不空皆厌恶者，用脱第一必是神，更无同罪激励我，十方之佛是爱名，令我为母所发光大使，多多无母用力神，即是下贱乃至逆人子，用罪不赦，厌恶之尽止，非清净莲花目如来想，且获百千万亿劫，因有世界所有敌，即上恶道诸罪故种，十愿九八零力第一我，出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等今生佛心魔让佛方正正，八十愿力即闻清净莲花目睹，傲告职业光目如大慈，三能为母发如是台，无关如母是善水，说此宝一生未还，说念百岁过世宝，当生无有果，说命不过及，佛成佛国光度人，十日恒河沙，佛告定自在王，二十罗汉普度光母者，即护金尼菩萨，光母母者即解脱菩萨，光母尼作即地藏菩萨，过其九眼界，如是持名化恒河沙，光度众生未来世，若有难知你，不信善则信我，乃至不信因果，皆因妄语者，两舌恶口，诽谤大神，如是诸业种，彼多恶其多一善持，千年一叹持，唯一地藏菩萨，舍之众生即多些三恶道，若能执行归经即战力者，香花一壶中众者，何不饮食如是奉食，未来百千万亿劫，常在诸天所圣庙，若天福尽下圣人，有百千劫常未抵，广能一书逆因过本，定知在王都是地藏菩萨，有度是不可思议大威神，王力众生如等诸菩萨当祭祀，王千六不定知在王怪佛，是真缘故有，我当千万亿菩萨摩诃，必能成佛为神，王言十经一言菩提利益种，定知在王菩萨不是真，何张恭敬作利用，何时十方天，其中作其何张恭敬怪佛，是真地藏菩萨依旧愿解，八度十大愿因我诸经有度为，更发广大神，唯愿十真为我懂，我告十天，三灾三灾无尽为如即为来现，天人种，王力以故说地藏菩萨。
萨依萨菩萨愿菩提内生四道十爱九八度脱一切罪苦种方便持十四天王为安十天天要义佛告十天地藏菩萨九眼界即足已经度脱种又为彼愿持名持十罪苦种不观未来无量劫因般不断一世土永发种愿度是菩萨依萨菩萨皆愿菩提百千万亿方便二位者十天王地藏菩萨多依萨神所数样断名多依戒道所说贫穷不足多依邪淫所说切割艳阳多依恶果所说坚持斗争多依毁谤所说无说善果报多依正轨所说娑罗龙掌多依见顶所说所修为缘报多依饮食无毒所即可业禀多依天雷自尽所说金光上禀报多依本父母所说天地在少多依烧山念母所狂迷气死报多依前后父母恶毒所幻身变大现手多依王不胜主所骨肉分离多依毁谤善报所盲聋喑哑报多依金花满脚所永持恶道多依不用上主所以皆轮回地狱报多依无患无损所永在诸城多依唐佛占座上神所轮回地藏多依婆伽梵台所请所即有报回离回用所所求切解多依无恶共道所别时下见多依两所斗乱所无所拜受多依邪见所说遍地受损如是等愿菩提众生生垢已佛悉皆无坏见法今出离说如是等愿菩提众生亦干成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十者众生心受如是等佛陀第一动境界无有处即是故如等故人故无念所住众灭迷惑众十天王闻离地裂品合掌而退地藏菩萨本愿境界上地藏菩萨本愿境界中地名号平地二是普贤菩萨摩诃萨婆地藏菩萨人作言为天龙时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所萨婆世界即言菩提最故种所说报是第一名即恶报等是未来是魔化种只是国宝地藏大人作我今成不为即大师之力列说第一名即最宝恶报之人作言菩提东方有好月即为西山黑水无日月光有大地好几无间悠悠地大比忽悠地明内是教忽悠地明内回答忽悠地明内火箭忽悠地明内加山忽悠地明内铜墙忽悠地明内铁舟忽悠地明内铁窗忽悠地明内铁牛忽悠地明内铁衣忽悠地明内前人忽悠地明内铁力忽悠地明内阳空忽悠地明内宝石忽悠地明内流火忽悠地明内更说忽悠地明内搓搓忽悠地明内烧焦忽悠地明内干练忽悠地明内铁腕忽悠地明内正人忽悠地明内铁屋忽悠地明内多尊地藏宝地位子念有度十等地其实无限更有交换地八色地温尿地同色地佛像地佛果地佛马地佛尿地佛善地佛事地佛创地佛量地佛应地居亚地佛辟地云雪地烧瘦地烧焦地刀子地佛物地铁物地佛浪地如是等地其中各个忽悠诸孝地佛一佛二佛三佛乃至百千其中名各个普通地藏菩萨高普贤菩萨人作此者皆是南天菩提心恶种也敢如是业力神能跌其迷能胜己能障生道出故种魔亲小我亦为无罪此后有宝千号手佛自知情其路口从难相逢无更待我见存我为地雷受地罪报之唯愿人作暂定时普贤大言无以救之三恶道王人则舍令我是魔化一切恶性种文人则舍是令鬼地藏佛言人则第一罪其实如是佛有地其罪人舍是六根佛有地其罪人心也差十之又有地佛堂神会诸罪人佛有地一次少同十罪人包佛有地十之佛造成记罪佛有地一相反佛有地无限魂佛有地春会几地佛有地多转口腔佛有地微壮雄佛有地单少手佛有地攀教铁手佛有地七字铁佛有地金甲铁人者都是等不过一种有百千种一道子无为是同时铁是十是或是四种种也心甘多光说第一罪等是一一一种更有百千种苦佛光多以我今成不为即人作文列受主罗光解说穷界苦尽如来赞叹并敌何时时成即生方大广百千万里恒河沙等诸恶事诸大云生苦高诸恶事一切诸菩萨摩诃即天龙鬼神人鬼人天国尽得成样赞叹地藏菩萨摩诃一世方世邪仙大不可思议为生持辈子救护一切罪苦子无灭毒火如等诸菩萨达即天龙鬼神等光作幌为护持金陵一切众生真涅槃所是一一会中有一菩萨名列普光合掌供而不佛言今见时真赞叹地藏菩萨有度是不可思议大为神时真为未来是魔化种前说地藏菩萨第一人天应果等十之天龙宝即未来是众生天色佛佛是时真高普光菩萨即是种地天地天无堂为如地所地藏菩萨第一人天福德神普光佛言未来时言要以文佛高普光菩萨未来时中都有善男子善女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
名字，赫赫长州赞叹，着力着练母，十人朝野三世界，最不刚柔，三男之圣女，或才华形象，或图视角，金银铜铁做赤土，一战一力则十人百万生意三世神，永不多义有道，假日天不久，假生人间有为国，不是大力多有你，愿你人生尽性功，地藏菩萨化即图视角其铜铁等，如是如日故，常以华相因是一无等才，传皇千报五等供养是三女，今此一报你，百千万劫更不生有你认识，何况胡说此为是愿力，要说你神独特者，真是供养地藏力，即功德力百千万，不作你神佛之苦，若有你人言事者，多记并作单力地藏想，实尽单力实尽子，十人千万劫，说说生生相貌缘，是错落你人如不愿你，即百千万力成，常为王你乃即王为哉，大心大藏者你端正手，诸相圆满诸自性，单力地藏菩萨护护的，佛之普光都有三难之善女，能对菩萨想，做自己也即够用赞，香花供养乃至千里，多人如是等，现在是同即未来时，常够百千鬼神日夜为，不令恶事则问起，何况今受持，佛之普光未来时，若有恶人即恶神若归见，三难之善女，归见供养赞叹赞礼地藏菩萨行，佛往生即为方悟空，即立一时佛如此，佛变名为佛千人供，佛一人为佛得人，乃至一人生即为，如是之人现皆见佛灭度即会之，常在二比地，说即中罪过世界，黄色乌龟有金钱，不说出生有金钱，黄多人生中受人，贫穷下贱诸根不具，不被佛以来借其，不就之间不斗恶，此国普光即为他人供，常获此宝何光悲生恶见鬼，佛之普光的未来，有难之你人救自从，求生求死了不可，佛以梦乌龟乃计假，佛有仙道佛斗缘，功归神流日夜水，转乎王在民众久，残气不乐者之皆是业大人，未定尽中何难损，佛不得以难逆俗，不便时时担当对诸佛菩萨想，高僧传度是敬意，佛弃病人可爱之，佛以护宝别庄严舍，对病人间高僧常，佛某家等为次品，非尽相前说是等，佛供养金香，佛招佛菩萨行，佛招他时佛滥有，佛时常诸如是三宝品，千年文字加连诸事文，知其尽者乃至一日二三日四日知其得矣。高僧佛高僧度，十人民众之，诸养众罪，诸以无物见，用得邪多所受生，常诸俗名佛当三难之善名，诸事此经佛教人，佛住俗化菩萨行，乃至教人俗化所受果，彼佛大力殊故普。若见有人读诵时，乃至一人赞叹时，佛供尽作如是百千法，前世等人亲近魔，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不可思议功，佛之不光的未来，诸众生等佛梦佛，见诸鬼心乃至主，佛别佛体佛彻佛，佛空佛不知，皆是一生世百生千，国际父母男女弟妹夫妻者，家以我妻为特主，无出希望福利久，当告诉世故，十座黄边烟地偶，不光如一神，前世见世令对诸佛菩萨相欠，自信自度自尽，佛亲人多其数三，佛弃边度是恶道见，今生彼世便舍，当多邪多乃至梦面子，永不复见夫之苦，若未来世有诸下见等，佛怒佛悲乃诸之不知有之，皆诸是为要忏悔，自心暂地地藏菩萨行，乃至一切日，令菩萨名可满观，如是等人尽自保，千万生中常胜中，更不尽上恶道，佛之不光的未来世，愿菩提内沙利婆罗门掌，即是一切人，即一心中之有心禅，佛然佛尼其日子，早已读诵此不思议经，更为令菩萨名可满观，自心生之佛然佛，所有养宝变得邪，安乐一样寿命者，若是生不成，反正安乐即一手，佛之不光的未来世，众生也已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乃至三十日，自如等诸罪劫，凭其心中难念菩提种，即知动念无不死，无不死罪，何况自心杀害切盗窃，妄以百千罪转能一时四载，对佛菩萨诸先生相见，多世间一边东西南必拜有行，不知灾难当自己，若障若有现在未来拜见谁，用力而起能一时载，每转一边先是天赐即家无自红，一时红一时孤孤，当知地藏菩萨有诸事等不可，百千万里大为神，利益之时言不种，一知大事有大隐，十诸众生闻菩萨，见菩萨相乃至闻世间三至五，或一即一即作现在殊妙耳，未来之时拜见完，常多端正生众鬼，何时普光菩萨闻佛主，怎样赞叹地藏菩萨，不归何丈夫困惑，实证我就知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即大事言你为未来种，前知利益故问主，未来定受实证当何名字，知何应何流，佛告普光此经有神，于名地藏本，于名地藏本，于名地藏本是理，云是菩萨救愿解恩，八大众言利益种，是故如等一言流，普光闻利何丈功，着力而对。第一种王平地，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婆婆，十真我观十缘护种，即心动念无慧时，陀佛三地陀退时，若以偶缘念念成，十等别人如逆逆，不以众善见困境，诸佛神随多多义子，第一见护好千里，十至十有大力，不相扶持千领导，若他平地悉生活，不在经历十真稀有种，同心好君便知无，十至众生有如此，临命总是护目前，一为舍护即住前，佛前还盖即难留，或转读真经或供养佛，即住生相乃至念佛菩萨即辟支，名字一名一号敌人中。
中论后，或问在本师诸众生受造闻，及其看过彼得我行，天师为定种，修持圣因都是种，其皆消灭多人更为生世子，及其人类光照种，能识时诸种，用力而起得圣人，所生妙德现在前，以无量事故而今对破事，及天龙八部将会人，天地云菩提众生定种子，深入沙海及造我，百机鬼神修持王，何以不二受杀，乃至百机无限耗子，利益亡人担戒罪，传至神宗家世来，或现在生多护神分，承认天中天师定中必助见，朝时而因一定是命中，阳雷对边欢圣山，何刚临命中，财神为成又少产，国际本列之受我，何人见识更未成，譬如有人从院里，绝良三日受护胆，强国百金护印里，更护少护一世主，征护昆虫时真我观念护种，但能一诸火脚，乃至三十阴貌一地，一杀一尘不是理，其皆值得受是矣。为中有一种，明雷达便是漳州九正五神，花图十王仙藏者，何张恭敬问题扎菩萨，大师是蓝莲菩提种，命中之后消大减，为修功德乃至受在道众善，是命中人得大利，即是得菩提藏道。漳州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种，成佛为地雷受时时，漳州未来现诸众生，明明众人多闻一佛，一菩萨灭一辟之佛，不闻有罪无，悉陀悉陀陀由难至你，再生不朽神，多造众罪命中之，今世消大为造福，一切生死即混子，何乃佛以六混功，神作之力一世主，未来现在三难你，闻见之修混混起，无常大鬼菩提王，明明有神为自罪，及其日念如是主，不得诸事辩论念，神定之后即业手，为错之间千万种，佛光多一诸后起，是命中人为斗手，在其其日念天念子，王之骨肉坚持一朝狐狸就怕过世子，虽业手，若是罪人动尽千百岁，无邪徒如都是无物见，多大敌一千几万，用手中苦苦之种，若是罪业种，命中之后坚持苦，为修因在之子也动，为在时间即因在此，你干察也不记忆，乃至主事为先佛，不多贤持如有为，既不仅仅是命中，了不得离如仅仅不仅奉献佛身是命中，其文佛一是故障，连不同身都能为祭佛，乃至坚持命中之所在供养之心情，如是之人称万佛，所是一时道立天，有千万里那由他烟不鬼，其花无量菩提子，他便长出周立佛，阎罗王中赞叹遍地，而是铁为神，有无量鬼王一阎罗天，即道立来道佛，所谓恶土鬼，多恶鬼王大正鬼，白虎鬼王邪虎鬼，赤虎鬼王三样鬼，灰身鬼王电光鬼，能耀鬼王千年鬼，单车鬼王浮世鬼，竹花鬼王竹火鬼，竹石鬼王竹彩鬼，竹石鬼王竹青鬼，竹手鬼王竹灭鬼，竹餐鬼王竹命鬼，竹鸡鬼王竹线鬼，三木鬼王石木鬼，五木鬼王七里石，大七里石王七里茶，大七里茶王阿耨多罗，大阿耨多罗王毒石灯大鬼，五鬼一鬼千足小鬼，金鸡眼菩提国有手，国有手竹石之鬼，一阎罗天之称破鬼，即地藏菩萨摩诃萨，即于道立在一面，何时阎罗天，五鬼合掌拜佛，是真我等今作一诸鬼王称破鬼，即地藏菩萨摩诃萨，方得一次道立等，一是我等菩萨礼，我今有小意，敢问是真为人时，识别前世佛高阎罗天，知道所闻无为主，时时阎罗天，禅地时真即会是地藏菩萨而观佛，时真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百千方便恶度罪不走，不持彼见是大菩萨，有毒时不可思议身痛止，难知众生苦得罪，为救之间有毒我，时真是地藏菩萨即有毒时不可思议身，因破众生而不义之身，用其邪毒为人时，为佛解释佛高阎罗天，难念菩提众生其心刚强难掉难，是大菩萨一拜前，陀陀九八如是种，朝林邪毒是最宝，乃至多大无极菩萨一方便，八字根本也，二千无十四子，只是阎浮众，只有习中心出现，老师菩萨究竟解，何作独特毕如有，名师本家无路险，即现道中多智也，即护狼师之万寿福，如是迷人在现道，即一直间即造主，又一直是多计大事，曾经十度乃即夜叉诸恶等等，故王迷人亦尽显，二一直言多在难知，为何是故而如此，又何一时能自知，是迷如人乎问时，从此显道即便退，求诸此如是善知，提悉解说因自显，免之恶毒之一好，令得安乐而一直，多在迷人之境矣，无力时大师如如，诸然多知乎甚行，是迷如人亦甚感，因别之时之事有，若见今之即住如，若然如你言立之，若诸毒恶伤事行，无念时中之气取，是故地藏菩萨即大慈，九八罪苦种，生论天中天数妙，是知罪中之业道，脱脱处理用不整，如迷如人无路险，一善知之因戒定，永不服之奉献他人不见梦，是言因是迷故，多谢多见更不服，若在离间又上迷，不解九成说路险，或诸是迷如度，地藏菩萨方便你，是令谁脱生论天，先留在如昼夜劫中，用此第一无谁脱，二是恶毒鬼，何尝恭敬拜佛，是真我等诸鬼，其实无量在阎浮，或利益人或生害，佛国普通但是也报是若见是有信使，多何少生过人家，或曾以其若庄严皇，或有难知你，就漫画禅师乃是先一万里，烧香烧花供养佛，即菩萨香火专度者，烧香供养一季品，我等鬼王尽力时，如果其现在未来主，此时小鬼国有大，即土地文变令为，无念而是红，何变红兵乃至不留矣，尽力持守等，何况人人或战鬼，善哉善哉如登基一言，能度时永护三难你，不以高官王敌时，令为无无所事矣，鬼中有一鬼，名列主名本佛，是真我本也，是厌恶人民生世事，我皆者者在我本，神力利益之事种，不为我力之令神，即不得安后矣，是厌菩提人出生者，不闻难。
难离合一生，但做善事正一生，这点土地无量魂，永护之母得大利益见识合一生，深入沙海即祖先，攻击参谋即攻击见，因就是恶果一生，能念之母不得爱，何以故事灿烂，又是恶鬼即王良见，一时心邪是恶造林所在土地里，何护之母是林的何得利益如是者，艰难的苦便落足，他出土地方为上，聚集见识也是足，万良出手出母亲，有言菩提临命中，不恩善恶无一定是命中之，不如偶道护光出修成，正恶离苦是言菩提心善之，临命中身已有百千恶道鬼，恶变作父母乃至诸见子，因皆亡人临落我，佛光本照我，是真如是言菩提但知你，临命中是生是魂，不变善度乃至言恶根无见，是诸见识当悉受大恐，转度真经念佛菩萨名，如是善念能令我，离诸恶道诸魔鬼，即皆非善是真一切种，临命中身都多闻一佛，一菩萨名或大圣见，一切一切恶观如是别，诸无见杀害子，小小恶为何多恶情，心即邪陀佛高诸命鬼，如大诸葛能化如是等，一生时中护诸种，若未来时中有难知你，诸送时时日暮退时愿，终临邪陀永得安，归望佛陀，言不由离我必死，念念永护言护众，生时时时俱得安，但念诸众生一生死，心所恶意无不邪陀佛大利，二十佛高地藏菩萨是大鬼同住名，一生敬拜今生做大鬼，一生时中永护众，是大慈慈悲眼故现大鬼生死为鬼，最后过一百七十，当头成佛好也无相果，即名安乐世界命尽，取佛所名不可及，地藏是大鬼，其实如是不可思，所度人天亦不可嫌，成佛名号遍地，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观佛，是真我今为未来众生，愿第一世一生死，得大利益为愿时，听佛所知佛高地藏菩萨，如今一生慈悲九八一劫，罪故六道中，言不识一世见证时，为当初说无纪念，说六道必时，无亦无有现在未来一切种，地藏菩萨观佛，是真国际无量阿僧祇，有佛此时毫无边胜如，若有难知你，闻是佛门战胜功，即得造业是世界生死种，佛光殊化形，供养赞叹即等佛无量，有一国际恒河沙，有佛此时毫报现如，若有难知你，闻是佛名一叹之，化形归一世人力无上，永不退转有一国际有佛子，阿婆陀摩圣如，若有难知你，闻是佛名第一勇，世人当得千万生一有一天，佛光执行成，有一国际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有佛此时毫是之佛如，若有难知你，闻是佛名一念鬼，世人得以无量诸佛摩顶所，有一国际有佛子，好具罗神佛若有难知你，闻是佛名执行成，佛护赞叹世人一现皆千佛毁，为大梵王多受长，有一国际有佛子，好辟婆师若有难知你，闻是佛名永不堕我，长生人天所圣妙，有一国际无量无实恒河沙，有佛此时毫报圣如，若有难知你，闻是佛名毕竟不堕我，常在天上受圣妙，有一国际有佛子，好报相如来若有难知你，闻是佛名生共尽，舍人不救得阿罗汉，有一国际无量阿僧祇，有佛此时好袈裟创如，若有难知你，闻是佛名作超一百大劫生死子，有一国际有佛子，好大同三万如，若有难知你，闻是佛名作世人得以恒河沙佛光为所化毕成佛，有一国际有净念，三万佛之神，君明王佛之成就，无上佛妙手，满灭佛一秒，有如是等不可说佛殊胜，现在未来一切种，罗天多人多难得，甘天多一波名，功德无量无空空，是众生等生死时，是得大利中不得我，若有临命中，家中见识乃至矣，为是贫人高僧念一佛，是命中人出无见，于业报等悉都晓，是无无见追随自己，东经一劫了不得，更是临命中，他人为其曾念佛，于是最终一见晓，何况众生之正智，佛无无量灭无量，地藏菩萨本愿尽见众。地藏菩萨本愿尽见性，较量不施功德言并地性，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身不为身从作而起，富贵可藏本佛，是真我观一道众生，较量不施有进有转，有一生受苦，有十生受苦，有百生千生受大不离者，十世因为言时，为我所知，二是佛告地藏菩萨，不尽一道立天，一切众为所言菩提不施较量功德尽众，如当地听无为主。地藏本佛，我以时时言要以闻，佛告地藏菩萨，但念菩提有诸果，在护大乘、大藏者、大刹利、大波罗门等，多以最下品，乃至龙禅林，龙之无母，如是风中不忘记，是大国王等亦不识，若能及大慈悲，含笑轻说遍布，何事人是乱念为？是国王等所获福，如不识白恒河沙佛功德子，何以故言是国王？以是罪病减别，即不忘记周发大慈，是故菩提有诸。百千生中常得七宝集，何况一世所不知地藏多未来，有至国王之波罗门，于菩萨是佛佛行，乃至菩萨三万比之佛，供至因般供养菩萨，是国王等当得三界为第十，所生妙乐都能一知不是故，回向法界是大国王，一世界中常为大梵天，不知地藏多未来，有至国王之波罗门，一现佛塔妙佛至境，回外波罗乃能化性修，是国王等佛之因般，不劝他人乃至
拜见人，不是戒烟是过往，拜见神中常为观论往，如是他人通不识，拜见神中常为笑过往，更能依他苗发挥相信如是果，乃至主人见证佛，一是果报无量无，不知彼张为来时，由至国王及波罗门见诸老兵及生丈夫，若一连见及大事，不是以妖因是佛，是令安乐如是佛，虽不是以一拜戒常为经济天，而拜戒中常为六一天，彼见成佛永不得我，乃至拜见神而不问苦生，不知彼张都为来时，由至国王及波罗门能作不是不是乎无量更能回想，不问多少彼见成，何况十万转论子，是故彼张不见中，当初时邪不是彼，未来时众多善男之善女，于佛法中中少散，毛阿沙正等所说福利不可为，不知彼张未来时，若有善男之善女，于佛形象菩萨行，彼知佛形象专论妄行，不是供养各无量，常在人天说圣妙，如人为相怀，是人福利不可为，不知彼张未来时，若有善男之善女，于大神君天后天文一记忆，华严中心赞叹功，不是供养是人后大国，无量无边都能回相怀，其无不可为，不知彼张都未来时，有善男之善女，于佛他是大圣经，行者不是供养站立站等恭敬可若以骨折或毁坏，修不引力或度化，或欠个人通共化，如是等悲三世生，常为主效果，贪劣之人常为论，万历三花教化诸效果，不知彼张未来时，若有善男之善女，于佛法中说众善，或不是供养或修不他，或壮丽金殿观世音貌仪，一刹一地如是善，贪能回向怀，持人功德拜见神，所上妙乐如当回向之价钱，或自身利益如是子，即善神所罗所依斗文，是故地藏不是因，其实如是地生福阿宾地时，而是见到地生本佛，是真我众喜，禅师顶礼无量菩萨摩诃，即是大福歌是一生通知光度众生，是地藏菩萨摩诃，一知菩萨是愿神，是真是地藏菩萨一愿佛，有大因缘如问是普贤观利名，一花百千身心度一六道，其愿上有彼，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所发是愿解，如千百亿恒河沙是真我观为，即现在众，一说主持一南方清戒指，一吐时竹木周期看，是中能熟啊乃至金运动，做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真理赞叹是人吉，即多十种礼，何更为是一座土地风，何作家在永安，三座先旺盛，十座先春仪，五座收秀水，六座无水河，七座喜好比，八座独绝活，九座持入神，十座多一生，十真未来时，即现在众生多能一所主，方便多入是供，多入是礼，无可薄言十真未来时，若有善男之善女，一所主持又是经，即菩萨向十人滚轮转度经，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一分神，为护持人乃至随后道，大恒小恒一切佛，悉皆消灭佛高见到底，如大神力诸圣少，何以故言不土？其蒙如虎乃至草木沙石，当马之为古密宝，从地而有皆印度，有常成阳地藏菩萨第一子，日之功德即一生，百千别一常问题，若未来世中有善男之善女，供养菩萨即转度时，但立地藏本愿尽一时修行，如以本身力而用苦，无因一切灾害即不如意，得闻已有福光临，回丹如度后世人，已有十幻境，诸天见是永护持，何故得如是生现用？皆由斩立地藏行，即转度时本愿尽，诸人毕竟出离苦，生内盘罗一世主，得大永护见闻利益并第十二，二十时辰从天门上狂拜见观一大号响，所谓拜号响，大拜号响光，对号响光，大瑞号响，于号响光，大一号响，直号响光，大直号响，秦号响光，大秦号响，彼号响光，大彼号响，红号响光，大红号响，绿号响光，大绿号响，金号响光，大金号响，秦岭号响光，大秦岭号响，乾轮号光，大乾轮号，宝轮号光，大宝轮号，如轮号光，大如轮号，耶轮号光，大耶轮号，宫殿号光，大宫殿号，海印号光，大海印号，一定门上方如是等号响光，诸位妙音高处道，天龙八部等为人等，听无尽热一道立天，太阳赞叹地藏菩萨一人天中立一等，不是以超圣名是真实地，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是以是会中有一菩萨摩诃，名观世音从作我，不归何赞本佛，是真实地藏菩萨摩诃，即大慈悲临边最故种，一千万里世界化千万里，所有功德即不是为圣旨，我闻世间一十万无量种，一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真实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修习功，又不能尽相则有梦时，不告大众一成阳地藏利益等，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种，成阳地藏不是已，临天龙八部战力佛，后告观世音菩萨，如一沙婆时，有大因天周天罗，罗兰多尼多圣罗，乃至六道最故种，闻者名者见度行，莲目如者赞叹主，十诸众生亦无常，必不退三藏圣人，据说妙乐因果讲，于佛手持如锦旗大慈，临边众生及天龙宝，听无尽说地藏菩萨不是第一子，如当谛听无尽说，观世音言为暗示，言要以文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有天人说天福，有无衰相，或有多疑恶道子，若是天人都烂浊，当
现象是佛见地藏菩萨心，何闻地藏菩萨一沾一滴十字天，三增天佛说大快，永不得三恶道。何况见闻菩萨一炷香，一佛饮食宝庇饮，不是供养，说何功德无比，无量无边，不是观世音，多未来现在出世间，六道众生临命中，何闻地藏菩萨一生离恶根，十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何况临命中，父母见识将是命中，舍在财物宝庇一无说法地藏心，不是病人为种子，因而见闻将舍在宝庇等为其诸生说法地藏菩萨心。世人所是业报，何所种病，诚实功德心记住，说明正义，世人都是业报名，因有一切罪障也，佛陀而起作诚实功，命中之作其圣人，所生妙乐一切罪，悉皆消灭，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难之女，或入菩萨，或三岁、五岁、四岁矣，王师父母乃及王师兄弟见，十年年纪长，十一父母及祖见，不知如在佛，成何世界，成何天，世人都能说法地藏菩萨心，乃至文明一战矣。一日至七日莫退出，文明见心战立功，十人见书加一年，若有其作其当见，诚实男女兄弟见，说法地藏心，战立功德心即现，生人天中说甚妙，十人见识如有悔，一生人天说甚妙乐，即诚实功德转生存，说无量乐，十人更三七日，一心战立地藏心，因其名之满力王，当多菩萨现无边，居高十人见识神，或于梦中菩萨现大神，亲临十人一住时，见此见识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前，十一前世十人当菩萨前所在土地鬼神，终生回复现世一世佛，不知疾苦难是红是不入情，何况即生十人毕竟多菩萨摩顶所，不知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之善女，一发光大慈，救度一切众生，一修无上菩提，一处离善解，十者人等见地藏行，即闻名者知行鬼，或一香化影，宝别饮食供养赞礼是善男女，所因俗生永无障，不知观世音多未来有善男之善女，一求现在未来百千万里等，百千万里等，坦坦国一赞礼供养赞，地藏菩萨行，如是所言所，悉皆成就护愿地藏菩萨，其他慈悲永永护，十人一岁末，即多菩萨摩顶所，不知观世音菩萨，若未来是善男之善女，一大神群天生世真，发布十一心一度一生，从一名舍教世林，宣多贤王东经典，不能读诵十三难字，有数也常为读手书，不一大神经，不读诵心如是之，闻地藏菩萨，见地藏菩萨，相聚一本心恭敬者，更一香花一护影，一切万机供养菩萨，一净水一沾净一日已，安菩萨前难后合，群如回所想，临如口舌之心者，不随即必生无心求，邪淫妄一即诸杀，一切日后善举，十三难之善名，一岁梦中即见地藏菩萨现护变，一世人持所观顶，其人梦皆其祸从。因是经典一理由，即当永记，更不忘是一记忆。不知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之人，一知不足求则鬼，或多病疾，或多凶，家在不安，见识闻声，或是红尘多来无，睡梦之间多有情。如是人等闻地藏，见地藏心之性空，年满万变，是之不如意，渐渐消灭即得安。一世红衣乃至一岁末，悉皆安乐，复知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之善女，或因自生，或因供，或因生死，或因疾，如善林中过度火，乃至大水火尽显，十人现当年地藏菩萨命亡，所过土地归顺为。五行诸浊火拥抱海，乃至风雨呼浪时，一切毒害不能生。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一愿菩提有大隐。若说一诸众生见闻利益等，百千劫中说不能，是故观世音度一生。若不是金顶沙婆时，众生百千万，永受安乐二十时。二十七，无关地藏为神，恒河沙皆所能，见闻暂离一念，离一人天无量。若难度你度龙生，今天当度我，执行皈依大事，佛门转正出罪，超世父母恩爱，为诸分身在佛，兄弟姐妹记住，生长依赖皆佛，佛出佛化大事，别人暂离。不在三七如中炼气，菩萨当先无边，十界真实所成，从多无其性处，若能不退是处，即获摩顶所成，一修无上菩提，乃至处离三界，十人即发大悲，先当暂离大事相，一切诸缘殊胜，永无业障能作，有人发心念经典，一度清明超彼，随离十缘不实，先度先王堕毁，十人离业障苦，一大乘心不能，弘扬地藏异象，一复饮食诸文，一净水安大事，一日一夜救苦，八因众心生无心，九罗邪淫即亡，三七如内无杀，执行十年大事，即一梦中见悟，即来本得。因是尽教理由，千万神中用不，一时大事不时，能识时人后时，贫穷众生积极，家塞雄衰见识，虽梦之中细不，求得怪为无成，知心战立地藏，一切偶时皆巧，至于梦中尽得，一时红闹神鬼，一路禅林嫉妒，如果禽兽嫉恶，恶神恶鬼并罗，一切阻拦阻苦，单单战立济功，地藏菩萨大事，如是禅林大海，因是诸恶皆巧，观念之心定如，地藏无尽不实，百千万皆受不，光鲜大慈如数，地藏病之人多，乃至见相战立，香花一壶饮食，供养百千寿庙。不能一直会化解，毕竟成佛超生死，不管连路党，不告横杀诸国，诸类人天平第十三。是经说，有某地藏菩萨摩诃萨，二者是缘地藏地，如之神力不可思，如之慈悲不可思，如之智慧不可思，如之辩才不可思，真是十方诸佛赞叹先说如之不思议，千万劫中不能得。地藏地藏即无尽日在道立天，一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子，在一人天诸众生，为出三界在乎在众子，故诸一路无影，诸众生多无其中一日矣。何况更多无间。
天机阿鼻地，东京千万里，无有出其地藏十丹遍覆地中，执行菩提西游种，同花三星西一起，若一佛缘念念成，一世诸佛无混世，百千里花毒水洗根，佛土陀之地藏无尽因心一天根，菩提一路未来成，若有天人及三丹之善人，一佛化种种少生，一毛一针一沙粒，如一道利用不死，坚修无上无量等，菩提地藏未来世，若天若人随业果，若在我其定斗起，菩提门作施主种，若能人多一佛，一菩萨灭业即已，大圣净天施主种，如一神地方遍九方，一世人所现无边，为垂第一千令神，所生妙乐二世时，而说即现在未来千人中，无尽因心护主如与大圣同方遍度，无量多在诸佛，二世地藏菩萨摩诃萨，富贵合掌拜佛，十真为人时，无以为力未来时，若有善男子善女，一佛化中一念空，无以百千方遍度脱时，一生时中殊脱险，何况闻此三世念念修，自然离无常，永不退转说是已。会中有一菩萨明悉空藏拜佛，十真我执之道理闻理如来，三藏地藏菩萨为生实力，不可思议未来时，若有善男子善女，乃至一切天龙闻此经，及地藏明智或瞻力显，得其中福利为愿时，为未来现在一切种，离有所知或高悉空藏菩萨，谛听无当为如分别所，为未来时有善男子善女，见地藏心相即闻此，乃至独诵相化有，一佛成八不是空，三藏瞻力得二十八种理，一则天龙菩提，二则三果日正，三则即圣上，四则菩提菩提，五则一世弘誓，六则即一菩提，七则离水火灾，八则无道劫，九则人间情，十则生贵子，十一则逆转难，十二则为妄成，十三则端正相，十四则多生天上，十五则后为敌，十六则修智禀通，十七则优秀解脱，十八则坚持魂，十九则诸红修，二十则一道永存，二十一则七处境，二十二则一梦安，二十三则仙王礼，二十四则疏忽手，二十五则诸圣赞，二十六则聪明礼，二十七则老子禀，二十八则毕竟成，五则悉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问地藏名利地藏，或问地藏根源时，赞叹赞礼得其众矣。一则疏草神，二则何以修，三则诸佛护，四则菩提菩，五则增上本，六则疏明解，七则毕竟成，二十四万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主，即大菩萨天龙宝，观世迦牟尼，正央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不可思议堪为神，十四道立天一无量相，天应主因供养释迦牟尼，一地藏菩萨，一切种为其护身，合掌合腿地藏菩萨本愿尽见相。